我生活在一座特别的城市，这里的一部分人只享有白天，被称为日行人。另一部分人只拥有黑夜，被称为夜行人。一直以来，日行人与夜行人都毫无交集，在属于个人的时间和地点相安无事地生活着。而我就是一个日行人，我的职业是一名城市护卫队队员。今天我和队友们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情人爱我吗？哟，哎呀，这个都跳掉了。列队。这什么护卫队？50岁以上出列。就我一个。怎么还给我自己电影呢？回去。同志们，我们是日行世界的城市护卫队。大一，走，出列。宋雨欣到，郑凯有，杨志源到，破音儿了你。白鹿到，范丞丞到。好，本来我们这支队伍呢是有8个人，但是周深同志现在在联合国代表我们团队发言。好牛啊，我们这队伍！我们这队伍出去了，上那儿护卫去了。真光荣啊！所以呢。为了保证我们队伍的完整度，我们今天又请来了2位队员加入，掌声欢迎。僵尸队员，不是要律动一下吗？
姐，我等来人了，我要陪他。嘿，我们的关系更是等来人了。嘿，三年半哦。嘿，来来来来来，嘿，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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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欢迎张若楠，欢迎陈志远。好了，既然加入了我们团队，就要有团队的仪式，大家还记得吗？记得。不记得了。准备好了吗？谁了？准备着。心情好吗？好极了，好极了。还有我们的对歌，记得吧？记得。三二一。啦啦啦，有太阳，有太阳。啦啦啦，有太阳。啦啦啦，有太阳。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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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有太阳。好，可以上班了。我今天有一个不听话的员工，不穿那个上班的服装。来一份宫保鸡丁吗？行吗？咱这个防空餐厅，防空餐厅。既然大家都已经集结完毕，现在就请大家入座到你们各自的工位上。好，好。哎呀，还有工位呢！哎呀妈呀，一个桌坐四个人啊！哎呀妈呀，真来上班了。我们这一看就是苦力组，你一看那就是领导座，这应该也是一个什么会计？反正我们这儿肯定是打杂组呗。各位日行城市护卫队的成员们，早上好。欢迎今天加入我们的张若楠、陈哲远，欢迎两位。我们生活在一座特别的城市，这里以日升月落为界限。这个城市里的时钟和其余的地方都不一样，它是以8点和20点为分割的，黑色代表着夜晚，而白色代表着白天。就像这个日夜中的表盘呈现的一样，日行和夜行两个世界泾渭分明，井然有序。一部分人只享有白天，早上8点到20点是属于他们的时间，称为日行人。一部分人只享有黑夜，从20点开始到次日的8点是属于他们的时间，被称为夜行人。在这儿呢，夜行者晚上从来不睡觉。各位作为城市护卫队的成员，最终的使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能量之源——双生花。双生花，双生花。如果这朵花受到了伤害，我们日行世界也会受到影响。天哪！因此，你们也被大家称呼为护花使者。啊，我就是花儿，我还护我。双生花的能量也不是无穷无尽的，每年各位护花使者都会在春夏之交举行木花礼，为双生花注入营养液，保证它能长长久久的盛开。今天是阳历4月19号，农历3月11，也正逢24节气里的谷雨，而每到这一天，我们都要为双生花举行木花礼，所以需要各位护花使者前往营养液的贮存地，尽快完成营养液的采集。但是，除了营养液之外，营养液的贮存地还存有维系双生花生长最不可或缺的养料——百花露。百花露是采百花花瓣入赠，蒸馏成露，提取精华而成。百花露，因为百花露非常稀缺，仅此一罐，一旦被污染或漏洒，我们的木花礼将无法完成。好，我觉得百花露应该是所有好人保护的重要道具，我觉得。OK， 营养液在哪？你 OK， 你绝对没听懂。啥？他说啥？现在需要各位护花使者前往营养液的贮存地，任务点将通过这颗能量球来为大家发布。哦哦哦！
原来是这儿。哦，这里我知道。在那里一共有9个贮存营养液的地方，接下来需要大家分头行动，各自前往一个点位来完成营养液的采集。稍后每个人会拿到自己的手机，根据任务手机提示的地点去进行采集。听懂了啊？听懂了。在想我们当中有几个夜行人，哎，下面就等你说那句，而你们当中混入了几个夜行人。哎呀，在等这句话呢。他们干扰你们去拿营养液。接下来请大家依次来到我这里领取试剂瓶和你们的手机。谢谢。哇，好精致啊。哎呦，这个包就没有一个多余的地方能放手机哈。豆瓣零分，这个包豆瓣零分。这个道具设计的有没有一丝不合理呢？然后它这块多出来一个地方也放不下手机，那它这块多出来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包袋还这么多，绝对是故意刁难我。是的。行，好，豆瓣见。快点回去紧急开一个豆瓣号。我跟你说，最大的那些黑帖都是我干的。我这句话一定要把它剪出去播掉。别每个人都领到了自己的2罐试剂瓶，接下来前往各自的点位里收集2罐营养液。今天肯定是有身份的吧，但是我感觉这个身份不一定能落到再到我身上吧。肯定是有身份，哼！别告诉我我是卧底啊！你要告诉我我是卧底，我今天就不录了。我要不是坏人，我一会儿就下车啊！今儿我回酒店了，不玩了啊！喝一罐安慕希啊，金。希望不是我。我这次来就想保护好自己，因为上次过来那个水球留了挺大的阴影。虽然我不想看到总有人在我旁边放着。我们今天重归于好好吗？我们今天加油。先对你道歉。什么？没人跟我们说拿箱子？今天的任务是要把那个箱子送到。按 PD 没说，不是说按车算吗？最后快回拿吧。这 PD 也不讲啊。太无语了，我质疑这期节目。PD。先对你道歉。不要道歉，我们今天重归于好。好，今天加油。你告诉我今天我是坏人吗？你觉得呢？哟，这铃声啥呀？哦，收到了日行城市护卫队的短信。请前往磁器口古镇街笔名堂千年豆腐脑一店，磁器口古镇后街艺术磁场有张地图，这个位置。名媛大咖，这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吗？云秀家宴，石磨豆花，去的就是这个位置。啊，每个人地方还不一样是吧？哎呀，没这么简单啊，今天。心态太好了，我心态现在一点压力都没有。我当好人永远没有压力的。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梦花礼，我们需要完成营养液的采集。这个任务听起来并不算难，我们很快就出发了。一条石板路，千年瓷器口，欢迎来到瓷器口古镇后街。滋养双生花生长的营养液一直贮存在这里。哇哇，好舒服啊，重庆这种地方喝喝茶。现在就找自己的地儿吗？啥意思啊？分开分开走。那走吧。你在哪儿？咱俩是挨着吗？不知道，我看一眼。姐，你是坏人不？
坏什么人？哪有坏？咱俩一个地儿啊。咱俩一个地儿。哎哎，有一丝丝的奇怪。什么一夕？我们俩不是一地儿是吧？哦，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麻将研究所，好可爱呀！都是发财，都是麻将，这有什么机关吗？没有。呀，在这儿呢。哈哈，眼睛真尖呀。龙隐镇，山城大排档，该不会是这儿吧？这有个灯，嗯。哈哈哈。啊。哇。好适合我，这个地方我能待一天不出去了。就是你了，我看到了一个小箱子，好紧张啊！我的身份就要揭晓了。哇，这么高级，营养液，请佩戴操作手套。将两瓶药剂充分融合，再将充分融合后的营养液注入调试瓶中。粉到了。哎呦哎呦，哇！这咋化学东西给我来上了啊？我还以为你们这道具就弄点盐呢。呵，哦，变色，感觉像在上化学课。这一看就是很有营养的感觉。我的妈！哦，变成粉色的了，是不是有人就变成黑的了？咋整？你说我这个头脑，感觉自己特别像汤姆·克鲁斯。噔噔噔噔噔，满满的药剂交给。每一滴营养液都很宝贵。营养液收集完成，可以去给双生花送上他急需的营养液。周周周周周，我要下去啊！饿了，确实是想吃点。二弟的，你说你好，日行人，我是夜行人。没想到吧？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我们却从未打过照面。这条视频信息也是定时发送给你的。从收到信息的这一刻起，你就成为了我的内应。今天你要履行一项无比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在木花里上毁掉双生花，在你们的营养液采集场附近藏有特制的毒药，需要前往有夜行标记点的地方，将营养液替换成毒药，并在最终的木花里面使用。
现在我已经成功的把两瓶营养液换成了两瓶毒药。只要混掉双生花，你就会明白关于夜行人和夜行人的真相。这人像有病似的在这站着。坏人，你穿着夜行衣，把里面的夜行衣脱下来吧。哎呀啊，真想吃碗担担面呐。这小片拍这么慢是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没有，就等说等你们。哎，我们在二层。我们早到了。沙哥身上一点粉没有，这一期的坏人是沙哥跟白鹿。你没拿到粉？这不是粉吗？你没拿到粉？有，沙哥有。但姐，你真的干净有点太干净了，你这么厉害的吗？他包上他也没有，他包着都没有。为什么还少一个人？谁啊？陈哲远。对呀、啊。拍小片儿，拍小片儿。我的手上沾到了，我需要找一个洗手间。哎呀，卧底，你不用下来了。你这个小片是电影级别的，是吧？陈哲远，你把你里面的夜行衣脱了，我都看见了，里面都是速干的。现在有一则紧急通知，要告诉各位护花使者。你们已经按照指示前往各自的任务点，完成了营养液的收集。本来按照计划，我们可以在木花里开始之后直接进行营养液的浇灌，但是一份突如其来的调查报告打破了这一切。哦，什么态度？这么厚，春哥。啊！一看字儿多，就你陈哥念识字儿是吧？调查报告，夜行标记是一个月亮。调查显示，在采集营养液的过程中，有三人进入过夜行场所，用四瓶特制毒药替换了采集的营养液。三个。三个人四瓶毒药，有一个人他有两瓶毒手上。意欲在木花里上使用摧毁双生花。哎呀哎呀，直接把照片都给你抱上了。哎，这还有我呀。目前营养液被替换倾倒的区域范围已经查明，在该范围活动过的队员共有以下五位。冤枉啊！啥玩意儿？我一心为了日行者。不是，调查报告显示，这有证据啊，证据。我们也对营养液被倾倒的区域进行了调查，其中有四滩营养液被倾倒的痕迹。持有毒药的嫌疑人就在前往这五个地方的人当中。这五个里面有三个，应该就是他们三个。哎，我是冤枉的，必被采集，并且。此外，调查中还有一项重要发现，该区域范围内藏有百花露，也已被采集，并且未检测出被倾倒的痕迹，也就是说。这五个人当中有人有百花露，有人有百花露啊。要再次提醒大家，如果百花露被毁，木花里就无法正常进行，双生花也会凋零，所以请拿到百花露的成员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不是，我们五个人是咋的？我们五个人就是这五个人里面有三个坏人和一个好人，那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平民呗，一个平民。你们五个先归队。哪五个啊？你书圈天才。根据刚才的调查报告来总结，五人中有一个持有百花露的好人，他手里的另一瓶试剂是营养液，还有三个和夜行人勾结用毒药替换了营养液的人，且其中有一个人将两瓶营养液都换成了毒药。我的人品都不允许我这么做。
五人中剩下的一人则是持有两瓶营养液的普通好人。那他们四个是铁好人？我们四个肯定铁好人。这个调查报告显示是这样的。我的妈呀，五个人里除了我还有另外一个是好人。你可拉倒，你别说话，你最晚下来，你现在权力最大，别说话了。你一看瘦成这样就夜行了，你熬夜熬夜熬夜。现在距离木花里开始还有8小时，来吧。既然有人手中拿着毒药，且大家无法判断彼此的身份，那么我们就通过一项任务来检验大家试剂瓶里营养液的情况。在接下来这项任务中，获胜的人可以指定任意一位成员直接查看他的一个试剂瓶里的内容。可以可以，请来领取任务卡。斗智斗勇。挑战者围在擂台上，按照次序进行问答。当铃声响起，即刻开始撕名牌。喂！当铃声再次响起时，回到位置，继续进行问答。过程中，答题失败和被撕掉名牌都视为淘汰，留到最后的成员胜出。我明白了，硬撕。铃声就是答题和撕名牌的切换标志。九人会分成4人组和5人组进行挑战，每一组都会进行2轮，然后算大家的积分，就最高的那个人是吧？好，今天这些夜行者们，你们等着吧。这个游戏玩的就是谁出手谁就有嫌疑，你知道吧？因为坏人有明确的目标，坏人只要盯着我们四个人当中撕，就肯定没错。我感觉坏人不会这么明显。斗智斗勇的第一局挑战，请准备，任意说出省会的名字。省会的名字，成都。北京算吗？直辖市不算吧？是算吧，算吧。北京，北京。合肥。上海。贵阳。济南。乌鲁木齐。四四，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我旺旺，哎呦！我旺旺，哎呦！四四，快死！快死！陈志远，快死！你干嘛？你先回来，回来，回来！要扶不？要扶不？没事。哎，你名牌都被这这扫子的，这两个坏人太激进了。请听题，请说出 A B A B 句式的词语。A B A B A B A B， 舒服舒服。哦，可以。彼此彼此。休息休息。哎呦。乐呵乐呵，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你那是六个字，歇会儿，歇会儿。再给你一次机会，换一个。好吧好吧，好吧好吧。正确，这也算。帮他，江振元帮裴宇文。哇，这两个人开始带风向，绝对有问题。消停消停。那我走吧也可以吧？可以啊。高兴高兴，说了吗？没说吧？3、2、1，陈哲远仪表中心。你们仨撕名牌，开始了。起来。哎呀！白鹿快点。沙溢，好。我聪明啊，我
个姑娘。沙哥绝对大坏蛋。两位的题目是逛三元。啊，动物园里有什么？猴子、大象、河马、犀牛、羊、山羊、长颈鹿、老虎、大黑牛、狮子、熊猫、蛇、蚂蚁、蚂蚁、熊、浣熊。那个很多孔雀。错了，错了，节奏错了。李晨 out。哇！噜噜，你俩谁赢都可以，好人嘛。接下来我们进行四人组的第二局，请用以下的词组成句子。我们的题面是安慕希、我和十八岁。安慕希代表着今年新推出的安慕希益生菌酸奶，我代表是它里面添加了十亿超活 LGG 益生菌，十八岁代表着我们节目和 MC 一样永远年轻。所以等一下大家就是要用这三个词来造句，但是表达的意思要不一样。这一趴白鹿必须赢。这个只能往好了说啊，说不好你们这一期的节目都给你剪了。我喝完安慕希不仅充满活力，仿佛回到了十八岁。十八岁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龄，一定要喝安慕希。哇、哦！活着就要每天喝一瓶安慕希，每天都上十八岁。感谢安慕希，让我活到了十八岁。都十八了，再不喝安慕希就未必能活了。上仅为节目效果，请电视机前观众谨慎判断。正确。接下来，陈哥，喝着最有活力的安慕希，畅想在十八岁。不管你有没有满十八岁，都要每天喝一瓶安慕希活性益生菌酸奶。十八岁的时候，我想着活一天是一天。安慕希，喝一瓶是一瓶。我来，开始开始。我问我，我问我。哎呦哎呦哎呦！快快请救援！快快请救援！啊哈哈！干什么？大家也说从来没有撕过名牌。陈哲远 out。请说出陈哲远的优点。那很难呢。帅哥，年轻，高大，威猛。我输了，值了。身体好，善良，长得白，差不多就行了，差不多就行了啊。导演喜欢，家教好，睫毛长，会演戏，苗条，脚不臭。你咋知道？你怎么知道他脚不臭？那穿鞋没闻出来。头发多。你自己撕吧。苍天哪！苍天哪！这怎么感觉好像是跟上一轮一样啊？咱俩还得答题。答题呗，我输就完了嘛。啊，好，好，对对对对对对对。请问调料有什么？调料？哎呀，调料有。调料有什么来着？调料，盐的醋啊！还故意输的，陈哥。调料。李晨 out。演的太假了，陈哥。哦，有辣椒。什么呀？调料有大水牛。划水，好人们努力呀！他现在最高分才八分，然后呢？他可以验人啊。他已经是最高分了。不可能比他高了吧？接下来是我们五人组第一轮，请听题。
接下来是我们五人组第一轮，请听题，请说出对节目组吐槽的意见。他赢，他赢，他赢，他赢。我们先从张若楠开始。这怎么说呢？大热天的在这儿坐着。姚一天粉丝太多，这个有点。你这是吐槽吗？看得出来，你还想十三季还来啊，哥？生存欲很强。正确，正确。那这样玩的话，我也知道怎么说。开工有时候太早。姚 PD 太帅了，有点你这影响到我的发展。正确，正确。影响到他的发展，过分。道具差，这直接喷整个部门。继续，服装差，设置差，环节差 ，PD 差，还有什么？摸着良心说正确。下次不给做衣帮，让光上。还可以说，还要说什么？你别给我们说完了。哇！撕下来，撕下来了，撕下来了，撕下来了。常胜先被淘汰的，范丞丞二。你们最想送给凯哥或者是真源的生日礼物是什么？送凯哥一个好戏。哇塞！哟，张导，这个路子是吧？好，送张真源一场演唱会。一首写的歌，哇！送凯哥一张你的签名，凯哥说：“我才不要呢。”送凯哥一个大大的吻。哎呦！哎呀，我的天！那他可以拒绝，可以拒绝。我再说说。那送凯哥一个大大的拥抱。哎，好，可以。送张真源上热搜。这好像不是什么好事儿，不像好词儿，送可褒可贬。好吓人啊！凯哥，那咱俩还撕吗？咱俩撕什么？咱俩是好人。万一他有时候有坏人呢？啊，可以撕，可以撕。不是你们几个没有坏人，张若楠醒醒！我们四个里面没有坏人。撕吧，随便撕吧，不要犹豫了，不要 care 了。他们俩都可以撕是吧？可以可以可以，都可以。不，宋琦二。哎呀妈呀，你这手势不像第一次撕名牌啊。我吗？啊。请说出你觉得可以邀请到跑男来玩的嘉宾。我已经想到六个了。你有很多，就他们的时代少年团，马嘉祺、张学友、彭于晏、丁程鑫、汤姆克鲁斯，必须请。沈月、宋亚轩。那不一定，宋亚轩他不一定能请得来吧？啊，宋亚轩应该来不了，他在别的节目上吧？能来得了啊，也有人在那边。刘耀文、刘德华、白敬亭、严浩翔，哎，真不一定哦。真不一定哦，他确实他在别台呢，那个不行，我觉得回答错误了。可以，张真源 out。摇到威武，请说出带花的歌词。那什么花花世界多么迷人，什么乱七那个歌我也不是要听你唱，要不然怎么？请你来干嘛？啊，花花世界来。我不会唱《花花世界》，当当当，我真不有那个，真的有那个歌。正确。花花世界，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
我觉得直接宣布郑恺赢得了，中华小曲库在这儿呢。哎，什么？回忆纯白的茉莉花，蓝莲花。对，你给我讲一个。栀子花。啊，栀子花，栀子花，看一下看。女人花，正确。飘逸在。张若楠 out。想不起来，还赢了。好，这一局胜出的是凯哥。好，接下来是五人的第二次，请准备，请说出姓周的歌手。周杰伦。周深。周华健。周润发。等一下，歌手。啊，周笔畅。周星星。周杰琼。Johnny J。谁？out。Johnny J 没听过。Johnny J， Johnny J， 快点。Johnny， 对，那我再说一个，周彦辰，周星驰，盖。周彦。张若楠。快，凯哥，快，小心快全胜。凯哥不方便动。凯哥。啊，不不，对对，你别让他死了。我像王八翻壳了。为什么都要撕我呀？凯哥腰不好撕也可以，拿我的分拿去也可以，你把他撕了，所以总分我第一，我来验人。那其实我们都无所谓，我们随便撕就行了。啊！哎呦！啊！对不起。我有Johnny J就够了，有点事儿了。真人可以呀、啊！范丞丞 out， 请说出一种重庆的美食。小面、担担面、沙茶、火锅儿、怪豆、冰豆花、烧白。哎呦喂，烧白是啥？热豆花。这个不行，这冰豆花跟热豆花是一种东西，我觉得都算豆花。正确。有一天，你不要因为得罪不了时代少年团的粉丝，你就这样。你现在没有下限了。来，雨琦。温豆花，你来一温豆花，我看他过不过。冷冻豆花。妈呀！哎呦，又开始了。等会儿先扶您起来。就这还撕呢？你们要不结束他的痛苦呗？没事，来，啊，平撕来。我跟若楠撕吧。别，咱俩撕吧。凯哥腰不好，撕凯哥。哥，给你撕了啊。啊！让你休息。卫生间里有什么？来，卫生间里有什么？马桶。小便池。洁厕球。洗手液。洗脚液，我在说洗脚液，我再说过我就不，我拼了，我就洗脚液是什么？张真源，啊，可以不？其实有一种情况是有啊啊啊啊啊啊哦。张若楠，高手啊！可以。学会了吧？其实是这个意思。你看他已经跃跃欲试了。他每次来都没死，要不你俩撕一下吧？可以啊！来！真来呀、啊！你俩来一把。导演，我们送一段表演给你。我看陈真也在旁边鼓了半天了。来吧，弟弟，来吧。张真源，把师傅教你的那几招都给我用上。跳丝，这是拳击还是撕名牌啊？什么呀？打起来！找时机啊！抓手！跳手！跳！哇！跳！哇！啊！哇！
爱到，哇，真的帅，差一点点，哲言也摸到0.1秒，这一段剪掉不要播，谢谢。这段放在预告片啊。我们根据大家淘汰的顺序得出了每位成员的积分，你们九人中得分最高的是张若楠，积9分。所以若楠，你先报出一位你想要查验成员的名字，可以从他的两个试剂中选择一瓶进行单独查看。如果是粉色试剂，说明这瓶装有的是营养液；如果是黑色试剂，说明这瓶装的是毒药；如果是金色试剂，则说明这瓶装的是百花露。沙哥保不住你了，直接演老沙吗？对啊，张真源那都行。啥玩意儿？你别在这带节奏了，程程哥。你随你吧，你随你，随便吧，无所谓了。因为有的人他有两瓶，也可能你拿到的是那个好的。但有一个人他有两瓶毒手上，你就验一个你觉得最坏的人。为什么还少一个人？陈正远呢？陈正远今天绝对有身份，卧底中的卧底，卧底之王。我查陈正远的吧。好，那么现在请张若楠和陈哲远一起前往屏风进行查验。这儿我开了，你看。哎，这个不用看就是好的。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这儿我开了，你看。哎，这个不用看就是好的。不好的。我是两个都是好的。张若楠，如果你要是查到是黑的，赶紧尖叫！你在说什么？什么表情啊，若楠，你这是？你先跟我分享一下呗。啥呀？你跟我都不能分享。不能说啊。能说呀，可以分享。你可以选择你相信的人分享。你这样，你私下分享好不好？他是好人。你只能验一瓶。因为他还有一瓶上面的壳上面就是有粉色。哎，这个不用看就是好的。啊，就是我那两瓶东西有一瓶上面有一点粉色。然后另外一瓶是没有东西的，他就看了那个没有东西的。不一定，你不能拿这个来算，你不能按外部的东西。两个有可能都是拿粉泡那个才会变色，跟那粉没关系。目前来看他是好人。根据木花里的仪式要求，每次浇灌之前都需要一位成员用一枚怀表来开启木花室的门。怀表一直被存放在城市的高点，只有到木花里启动的时候才会使用。接下来我们就将前往城市天际线的龙脊云端之眼高空观景台拿取怀表。在云端收，大家带上各自的包出发吧。事情果然没那么简单，我们当中竟然有3个夜行人的内应。但木花里总要继续，在找到队友前，我只能相信自己了。陈哲远已经确定他一定是好人了，他总不能在那个瓶子故意把那个弄成粉色的吧？哲远哥刚才被测出来是个好的，或者说哲远哥就是用他聪明的脑袋故意抹上点粉，但他其实那一轮他不想不到下一轮的那个环节，我觉得应该不是。但也不能坐实陈哲远就是好人吧？
要我的话，就再验一次陈卓远，对吧？先把他一个人先验出来。这有一个，还有三个和夜行人勾结，用毒药替换了营养液的人，且其中有一个人将两瓶营养液都换成了毒药。我感觉沙哥特别像那两个毒的。我相信陈卓远应该是好人似的，因为他一个瓶里漏出来了，看的是粉的了啊，还有一个没漏出来，那张若楠贼很贼，他看的是没漏的那个，他两瓶都是好的，而张若楠已经锁定陈卓远是好人似的，所以这个事儿吧，你们也是舒服了，你们看他那都漏出来了。我这个，我准备下一局也都露出来。这儿，哦，好高啊！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妈呀，有点害怕呀！不会吧？不会要蹦极吧？欢迎来到云端之眼高空观景台，这里被誉为山城之巅、重庆之眼，在海拔高度520米的浪漫高空，两江四岸的风景尽收眼底。这上面是一停机坪，真的假的？哦，我来过这儿，是吗？我在这儿拍过戏。那现在变成观景平台了，那要看他们是谁。接下来，在进行新的任务之前，有一条重要信息需要和大家同步。在发现有人和夜行人勾结后，我们的调查也一直在继续，现在又有了最新的进展，请来领取调查报告。他我就说吧，又有新的进展，新的进展。哇哇哇 ！What？ 哇什么？哇！我就说有问题。白鹿，在圈定的封锁区域之外。新增一处营养液被替换清道的痕迹，说明在该范围内的活动成员中，还有一人将一瓶采集到的营养液替换成了毒药。在该范围活动过的城市护卫队员分别是李晨、郑凯、白鹿和张若楠。我说张若楠刚才为什么想撕我呢？也就是说，早上有嫌疑的沙哥、程程、雨琦、真源、陈哲远这五人中有三位与夜行人勾结的成员，而在陈哥、凯哥、白鹿、张若楠这四人中也有一位和夜行人勾结的成员。现在一共四个嘛，就是四对五啊，这么难。到底谁在调查这个事情？是不是我的 PD 又在查？目前对于地图上所有的区域调查已经完结，不会再有新的线索提供给大家。接下来需要靠你们的努力，争取在任务中胜出，获得拥有技能的怀表，来帮助你们更好地完成木花里。请来领取任务卡。这项任务是预判你的预判。挑战者一v一进行对决。双方蒙眼选择自己的站位之后，一方站定，另一方挥棒打击。哇，这个力度啊！击中则攻击方得分，且继续攻击；未击中则攻防转换，率先获得三分的人。所以这个是看运气还是有什么技巧？这哪有技巧啊？就是。
因为我们一共有9位成员，稍后需要2两进行对战，所以在任务开始前，我们还需要通过一个小任务来决定谁是轮空的成员。好，这个任务就叫做确认过眼神。等一会儿9位成员围成一个半圈，大家低头，听到指令后抬头，抬头之后随机看向一位成员，如果你看的人刚好也在看你，那么很遗憾，这2位看对眼的朋友淘汰。哦，那我要是一看这样呢，我再看人，需要看向一个人，我必须要看人啊。对，如果要是2人看了但是不来电的话，可以低头吗？君子游戏啊，看上了就是看上了，别不承认啊！你就先感受一下啊。那个哲远，你站直吧，咱别躬身。来，3、2、1，一，好，无人对视，低头。你怎么了？沈哲远一直在笑。你怎么了？你一直在这笑。我刚那个眼神都很难看到。你来看我吧，完全没看到。大家把你们的这个事迹放到我们。3、2、1之后就是3、2、1的时候。来，准备啊，3、2、1。陈主任，你在干啥？你在干嘛？斜眼。他不要这样看，他不要这样。你演了这么多偶像剧，刚才有一瞬间，我感觉很猥琐，哥们儿。可以了啊，来吧，来吧，来吧。来，我们正式开始了啊，请准备。3、2、1。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3、2、1。一。好，你看我干什么？怎么回事？我来继续啊，3、2、1。啊！一啊！一啊！来，来吧！你为什么要看我呀，哥？你为什么要看我？来继续，3、2、1。太恐怖了，眼睛灼伤了一下。来吧，低头，3、2、1。好，那恭喜虾哥在这项任务中胜出，所以稍后可以在其他所有4组对决之后，从4位失利的成员当中选择一位跟你进行对战。OK， 好吧。好，那我们其余的自行组队就可以了，或者跟你们刚才确认过眼神看对眼的这个组别来。那我就跟郑恺一队好了，我俩一队。你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除此之外，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安慕希益生菌酸奶，安慕希小金罐添加10亿超活 LGG 益生菌，减蔗糖更轻盈，大家可以享用。来吧，怎么打？打什么？谁先出战？最先淘汰的2位出战吗？我觉得还是带鱼头比较靠谱一点。哎呀，来个粉的，来个绿的，来绿的。对决之前要双方进行放狠话环节，然后谁放的话更狠，这位成员就先来进行攻击。告诉你小贝，告诉你听着啊。对，其实是比谁的情绪跟语气。情绪，就是你瞅啥，瞅你咋地这种。什么？这么没有质量的吗？瞅你，说点狠的。
咱就是说，今儿这个就是打的你那脑花都往出蹦起。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脑花都往出蹦起，我告诉你。脑花往出，这能行不？一会儿把你牙打碎，我给你介绍医院。好，我们从雨琦先开始吧。乖乖乖！必须在这个这两个位置啊，红色跟金色两个定位点来选择你们的位置。五秒之后音乐停了就停好，不能再动了，你就可以随时开始了。好的，明白了啊，来吧，白鹿宋雨琦，请准备。竖着打，你这么，你这是给他来了一个大，没站队打到了，砰枪一棍子就打脑瓜栏上了，去横楼，只能竖打，啊，只能竖着打，给了我的横扫是吗？对，白洛，我让你一会儿上桌子。刚才雨琦再没有打到，来，请继续攻防交换。接下来由白鹿攻击。没打到，攻防转换，接下来由雨琦。有两分，雨琦胜出，恭喜！雨琦一点参与感都没有。没事没事，我选你。这有参与感没？参与两回，可以，可以，可以。下一组，放狠话要狠一点。棍棒可不长眼，我劝你早点结婚，早点结婚。有什么关系？这一棒子下去，傻子可不好找对象啊！傻子可不好找对象。你赢了。啥呀？放弃了？放弃。行。大水牛。好，来，请准备。哇塞，这是什么东西？哇塞，这是什么东西？这个画面好诡异啊！来吧，好丑陋的一局。天哪，你好像一个无赖呀，在那儿。请吧。啊，晨哥得一分。哦，来继续。
凯哥的这个嘴怎么这么撅呀？凯哥得两分。凯哥打中，率先得到三分，凯哥胜出。该我们俩了是吧？魏一凡，我告诉你，你打完我以后，我有可能比白敬亭还难红。谢谢你帮我们宣传。来，我想想我能说什么。我没什么作品最近。打得好！哎，颈椎缩短了一截。打到。恭喜张若楠成功击中三次，得三分。装 GPS 了。下一组，下一组你们俩。行，走吧。来吧，狠话。来吧。从轻的人不得虚。你莫叫，一叫我就让你受不了。哎，我这儿有信息提供啊，我有狠话提供。啥东西？我这一棒子下去，让你退出时代少年团。范丞丞说的。来，然后张震元说正合我意。张震元说我要 solo 了。这样说，丽飞，我走了。送张震元上热搜。不管我们事儿，不管我们事儿。姚一天给我发的剧本在我兜里。好，来。哎呦！哎呀，我发型白做了哟。你能帮我撑一下这儿？我天哪！我天哪，感觉好像戴上跟摘下来没什么区别，卓远。他好像长在你脸上一样。你刚才也是这么笑的，卓远。好，我们从陈哲远先开始啊。哎，好呆呀，这两个人。哎，得一分，继续。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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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恭喜陈哲远胜出，得三分。我啥都没打呢。更没参与感的人来了。好，那么接下来就轮到沙哥，从智利的队员中任意挑选一位。真源，让真源再玩一次。让真源，刚刚过完生日对吗？我这一棒子下去，给你打回十八。你赢了。你赢。来吧，大哥，你快带一下，我想看。大哥，你转头看一眼，你太想看了。大哥，你转头看一眼。好恐怖啊！太吓人了。来吧。张志远，你不会这一轮也没有参与感吧？
四郎探母。打中，继续。打呀！哦，我打呀！是啊。哎！这怎么还在走着呢？哎，不是在这边。哎！恭喜真人成功！哎呀！那我们这项任务就已经结束了。发放怀表之前，我们在这里为大家准备了年销量60亿片的米多奇烤箱馍片。每一块馍片都有7道工艺，保证产品安全美味。米多奇在很多消费者心中代表了馍片这个品类，是一款大家都非常喜爱的产品。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自然风味的主打经典口味，大家可以品尝一下。嗯。是不是很好吃？来，给我来一片，给我来。香葱牛排。米多奇馍片，香香脆脆，料很足，真的好吃。大家可以看到，你们身后高台上的花丛中有9个怀表，在这儿呢。在这项任务当中，胜出的5位成员可以获得拥有技能的特殊的怀表，而其余的成员只能获得普通的怀表。最终获胜的5人分别是宋雨琦、陈哲远、郑恺、张若楠和张真源。大家按照这个顺序，从红色的花上拿走怀表，其余的4位成员从粉色的花上领取怀表。你肯定今天有身份。我没身份，反正我肯定不。马上我们就要前往最终的护花礼了，因为你们当中有人持有毒药，想要伺机而动破坏护花礼，所以总部还特意为大家每人准备了一瓶清水。这瓶清水可以作为迷惑像，干扰别有用心的人做出决策。现在大家每人手中都有了3个试剂瓶，接下来我们就将前往双生花的所在地进行最终的木花礼，祝大家好运。马上就要到最终的木花礼了，真相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刻。我们这些队员们之间暂时都没有了信任，希望我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守护自己相信的真理。杨炮菊1862文创园，我们一年一度的木花礼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哇哦，里面还有一层。哲远，为什么你每次来都这么大阵仗？是吗？对呀、啊，你忘了你上次在成都的时候也是个大阵仗吗？好熟悉哦！哎呀，我天！哇、哦，妈呀！有名字可以做，为什么一到这种氛围的时候就要放这样的音乐？好恐怖呀！妈呀！你别吓我！
哇哇哇！花开了，花开了，我花都开了，花钱了。如果把钱花在这上面，不如给我们这个椅子做个背儿呢。作为护卫队的成员，需要身姿挺拔，请坐好。好严格。大家看到了，你们面前这株并蒂双开的花，就是双生花。 这么缝隙中顽强生长出来的红，在灰暗的旧厂房里，日复一日的为日行世界提供着能量。一直以来，守护双生花都是城市护卫队的使命。然而今天，你们之中却有人与夜行人勾结，试图破坏一年一度重要的木花礼。 所以更加需要各位护花使者保持警惕，明辨身份，保证木花里的顺利完成守护双生花、守护我们的世界。在你们身边是一个树洞，树洞，投入怀表可以开启木花式的大门。那个技能呢？有什么有技能的那些人呢？如果开启的人怀表有技能，你们面前的水潭会显示出这项技能。本轮怀表技能，左右开弓。左右开弓是什么？从投入怀表的人开始，按照逆时针顺序依次决定是否进入木花式。我不去。你们不进，我们可就进了啊！他必须进去。 在一轮九人全部做完决定并浇灌结束之后，树洞里会升起一坛花泥，来展示刚刚进入木花室的人浇筑了哪些液体。啊，两朵。浇筑一瓶清水会放置一个玻璃瓶，浇筑一瓶营养液会长出一朵红色的花苞。如果唯一一瓶百花露被浇灌，会开出一朵金色的花苞。 如果浇灌了毒药，长出的所有花苞都会变成黑色。同时，花泥上会根据注入毒药的瓶数插有对应数量的匕首。一瓶毒药可以污染所有的这一轮的所有。今天好人获胜的方式是，在九轮木花仪式完成之前，收集到5朵浇灌营养液而长出的红色花苞。 以及一朵因浇灌百花露而长出的金色花苞，和夜行人勾结的日行人获胜的方式是集齐7朵枯萎的黑色花苞，或者直接用毒药污染百花露长出的金色花也是获胜。那个百花露好重要啊！第一轮往里一放，第一轮被污染就结束了。是的，游戏结束了。谁在谁呢？<笑>想早点下班是吧？ 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四名和夜行人勾结的日行人一共持有5瓶毒药，他们彼此之间完全不相认，这也是好人们取胜的机会。他们那边三个坏人里面有4瓶毒药，我们这边一个坏人里面有1瓶毒药，这个是确认的信息。多说说发发言，你不说了，坏人。那我要是百花露呢？ 你不可能，你不可能。你那儿呢啊，百花露。了解你吧啊，完了，你死了，小子，还是嫩了。一说不可能我就知道。这玩法好好好。 什么意思？我是有毒的，你有吗？沙哥，你是放出来讲吗？一点没有，你没有啊？好过分呀，沙哥！找队友呢？我们的木花礼马上开始，首先我们会先从张真源开始，第一轮开启木花门。 请负责开启本轮木花仪式的护花使者，将怀表投入树洞，开启木花之门。
木花之门已开启。有技能吗？有。有技能。本轮怀表技能。左右开弓。左右开弓。左右开弓是什么？坐在左右的成员在本轮必须浇灌。哇、就是我和范丞丞必须放。是的，接下来先请张真源决定是否进入木花室。你也可以选择不进，因为他俩必须放。那我不进，我看一下。按照逆时针顺序，因为张真源怀表当中有技能，所以程程必须进入木花室。就不打了，不打了。他是你队友吗？反正我只能赌了，不能。那你要是的话，你就听我，就贼着范丞丞，咱就赢了。就是他这嘴范丞丞放，咱们就必须放。对，因为那东西在他那儿。我去，吓我一跳。优秀，吓我一跳吧，我跟你俩。哎妈呀！我吓死了你俩。凡人，我吓我一跳。哎呀，天呀，好难啊！我的队友到底在哪儿啊？我的，你那儿呢啊，百花哥？了解你吧啊！完了，你死了，小子！我知道沙哥是坏的，但我感觉真源也不做好。哎呀，我到死了，因为沙爹一定会进。交给。那么接下来，请沙哥决定是否进入木花室。我进入。我不敢进了，他们那边人进的太多了。你觉得张真源是好的坏的？他是好的呀，他是好的呀，他是好的，所以他不敢放着。那我不进，我看一下。那范丞丞也是好的。范丞丞手里有那个花。那我们三个是坏的。你是不是坏的？你是坏的。如果我们都是坏的，我们现在没必要装。对啊。如果浇灌了毒药，那么本轮花泥中长出的所有花苞都会变成黑色。八路在范丞丞那儿，只要他进来，我就毒他。他一定放黑的，想都不用想。而且他是两瓶黑水。你倒的黑水吧？你倒的是什么？我倒的是水。我倒的什么？没有黑字儿。他倒的绝对是黑水。凯哥，我觉得你要是好人，你就别浪费，因为他倒的肯定是黑的。不是得放红的呀，万一他放的是白的呢，你放红的你就开花了呀。得放一个红的呀，至少得有人放一红的，你们都不放我也得放红的。红的多不怕放，但你不放就浪费了，又浪费一轮机会。我倒的是水。它绝对是黑的。好人必须得早放营养液，坏人会把黑水留在后面去攻击百花露，因为他赌好人不会先放百花露，所以他要保他那几瓶黑水留在最后去打那个百花露。现在就是赌沙哥，如果放的是红的我们就赚了，单向或者清水，如果他放黑的就亏了。比如说我不放，他不放，他不放，你必须得放。比如说对呀、那你放个红的也试一下呗。
好人不要吝啬那个营养液，起码可以有两个好人进去，因为营养液多不怕。接下来请雨琦做出选择。不去。我不去。你们其他人都可以不用倒了，因为他这儿必肯定是黑水。那我进去。他的逻辑不就是少去吗？那我不进了，先不进了。接下来轮到白鹿。我要进，我要进。哦，他要进。你先说你放什么吗？我告诉你。营养液，每浇注一瓶营养液，花泥里就会长出一朵红色的花苞。如果浇灌了毒药，那么本轮花泥中长出的所有花苞都会变成黑色。第一轮木花仪式已经完成，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公布木花仪式的结果。来来来来来，啊，两朵，哦，两朵黑的，一把刀。上面是两朵黑色的花，一把匕首，一个透明的瓶子，说明使用了两瓶营养液，一瓶毒药和一瓶清水。海哥放的是水吗？啊，他放的水。那范先生，你放的是？我放的才是水。用脑子想想，我干嘛第一个放黑呀、啊？然后你再进去放红。我说半天，然后我让你劝你进去别放红，然后你去放红。我俩在赌啊！对呀、啊，我俩赌他放的是水。当然放，我说半天了，他肯定是放的黑啊。有点明显。对呀、啊，我好像看明白了。他俩放的都是红，他放的水，他放的黑。我放的水，那瓶是我的。现在还有四瓶黑水吗？那其实坏人这轮很赚。就是赚了，赚因为赚了两瓶红水。接下来。由张真源指定下一位开启木花式的成员是谁？你点我，你肯定是黑。那我点沙哥。可以啊，我堂堂正正的，怕啥呀？不点你，沙哥，我看一看你反应。会玩了，弟弟。这啥？黑玩心理账了？炸起来了。若男姐吧。他那个有技能吗？有，也有。他这个有。木花之门已开启，本轮怀表技能。后发制人，在所有人之后决定自己是否浇灌。哦，你最后了，那就是你先喽。那就我先喽。是的。白鹿他这么明的，他可以直接去。他可以直接放黑的。对啊，他的队友就知道怎么玩。对啊，是吧？你这个坏蛋，不要给我使眼色，好像你是我队友一样。你可以去。我不去，我不去。守住你的沉默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糊。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可是你从不曾忘掉。
请凯哥做出选择。不去。不去。接下来请程程做出选择，是否进入木花室。两个不去。不去啊。你不去好啊，你可以不去。他想炸，他想把沙哥的用完，只能先吸引吸引火力，没辙了。哎呀，黄水儿，我想把沙哥那两瓶都给耗了。我还是黑的，我把我两个黑的都用了。他再去就你们俩谁盯着，但是这次我进去之后，你俩可以把好的好的扔了。你看他又去了，急死了，又去坏人去了你。就堵范丞丞，进来就堵他，就这么任性。哎，小白这已经黑了，什么黑着出来了，把自己的脑袋都焦黑了是吧？已经黑了，放了什么？营养液。心理素质太高了，就是硬撒谎，这不叫心理素质高了，哥啊。硬撒谎，一心一意浇灌我们的双头花，双生花，啊，双生，双头花，好恐怖。接下来，请雨琦做出选择，是否进入木花室？我去吧。他进了。他肯定坐实了，百分之百是带毒药的。是咱仨的，是咱仨的，反正有我。雨琦应该，那他进去了，我装的也是吧，是吧？啊，那个应该是白鹿，你赶紧跟他认。我知道，我知道，知道。去。妈都进了。这次都进了。那都进，我们就不用进了。你们其他人都不要再进去了，不要浪费了。我放的是水，你可以放了个养生液呀、啊，不是营养液呀、啊。我不去。什么时候你们那边的人不进，我们再进。结束了，结束了，他也不去。好，那么这一轮花泥当中会长出什么颜色的花，请看。肯定还是黑花。你看，这一轮的花泥当中开出的是两朵黑色的花，一个透明的瓶子和一把匕首，说明有两个人浇灌了营养液，一个人浇灌了毒药，还有一个人浇灌的是清水。说一下吧，范丞丞，你放的什么？我放营养液。你呢？我放的营养液那花吗？你呢？放水。你呢？我也放的水。你也放的水？嗯，那应该两瓶水啊。你俩都说自己放的水，那应该是两瓶水啊。那我放的是营养液。什么你玩意儿，刚才你说你放的是水，你现在放的是营养液。我就是个坏人，我就是个坏人。明牌了，我放的营养液测出来了，与其不太可信。如果顺利的话，我们这把本来应该开三朵黑花出来。啊，三朵黑花。不对。你为什么要放水？
我营养液跟你说了，你在吗？你看这把，你放的营养液，我放的营养液。啊，我放的是营养液，你放营养液，那你读帮我读范丞丞啊，他有可能是，他有可能是夹在我们中间，差不多。你为什么信任他？为什么？因为你确实经常比他容易耍小花招。我要倒的是营养液，因为范丞丞他的水用完了，如果顺利的话，与其也是坏了的话，就会得三朵黑花。先把这个标志藏起来。这个漏啊，完了，我手上沾到了，我要把这个洗干净。OK， 我要去回验上去。这个毒药的味道跟刚刚那个药不一样，所以它们挺容易分辨的。其实，我现在就是为什么我进来，是因为我要让沙哥信任我是坏的。这次我进去之后，你俩可以把报了好的营养液。其实我是不能投营养液的，因为首先前面程程的水已经出现过了。总部为大家每人准备了一瓶清水，所以他这盘他又投了，已经里面有一瓶营养液了。其实我可以有一种方法，是我涂营养液，我就是赢得沙哥的信任。但是我们现在局势很不利，所以我不能冒这个风险，我必须投水。出来之后呢，如果沙哥问我，那我就可以说我投的是营养液，然后我可以把这个脏水转给这位哥。他放的水，他放营养液，范丞丞放的营养液，我放的是毒。啊！你有两瓶黑水，哇！我两个毒都用完了，这是名牌打法啊！完了呢，但是我们测出来了一个好人在这儿，他是好对好人，因为我都已经商量好了，让他放营养液，他放的水，他一下就你就非得相信是我放的水，他一下就出来了。我觉得坏人给好人身份，我不太信。我给他好身份，信不？我不信，我不信。Bad bad bad bad。早上有嫌疑的沙哥、程程、雨琦、真源、陈哲远这五人中，有三位与夜行人勾结的成员。就是这五个人里面有三个坏人和一个好人，那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平民呗。一个平民。有三位与夜行人勾结的成员。你看，怎么有狼叫声？啥意思啊？你好，我是夜行人，从收到信息的这一刻起，你就成为了我的内应。我不想看了，好烦啊！我是夜行者，对不起了。Bad bad。最后一个是他。张真源、沙溢和陈哲远，这边白鹿，啊，不是你，张真源、沙溢、陈哲远、白鹿。目前和夜行人勾结的日行人已经集齐了四朵枯萎的黑色花苞，你们再收三朵花就赢了。而对于好人来说，还没有收集到一朵红色的花，且百花路盛开的金色花也还未出现，而场上还剩八瓶营养液、三瓶毒药、一瓶百花路。接下来由张若楠指定下一位
开启木花室的成员是谁？白鹿，这样的话他们是先出牌，我们俩可以后出牌，因为我比较相信我们俩，如果你们都不去，我俩去了看看能不能中两红。你确定啊？张若楠的选择是白鹿。没事，过来一起聊，过来一起来，来商量吗？啊，我听听，我听听，来。咋的？你名牌了，白鹿？我听，我听，说。他是不是？我是，我是，说。啊，是啊。说。来，我们上这边来。来说，我听听你们什么打算来。他们坏人可以名牌了，白鹿、张真源、沙溢和陈哲远。白鹿把红也交了。对。张真源现在还有一红。现在我是没有毒了。我是没毒，你有毒吗？还有另外一个队友没有，没毒了。嗯，我这有毒交完了。他还有毒。你啊，对啊，完了然后。哲远，听我说。说。你进去投一个坏的，相信我，真源再投一个好的，他是我们队友。请负责开启本轮木花仪式的护花使者，将怀表投入树洞。木花之门已开启，本轮怀表无技能。你进去投一个坏的，相信我，真人再投一个好的。下一把直接让我开车，我用我的技能带上范丞丞，然后我投一个坏票，他必须要投。没错，这就是我们的战术。营养液。赌一把，我觉得现在要开始保红，红药全，粉色，好，也是粉色。我是好人。因为沙爹他现在觉得我和他们是一伙的。你进去投一个坏的，相信我，真人再投一个好的。所以我就准备将计就计，这样还能骗出坏的手里的营养液。反正这把就是赌一把，我觉得必须得出红花了。希望这一局能够成功吧，去吧。你们投不投啊，王林？不投。先玩去。我进吧。你还剩个红的。我现在就是赌坏人，不会放黑的。来吧 ，Red。天元。啊。大胆的放。大胆的放。今天我们玩的还可以，主要是沙哥带头带的好。哎，是咱们共同的努力。感觉当坏人好难受啊！我当坏人赢了，我也不开心。不进，我也不进，不进不进。那边的好人，你们可以不要进了这轮。我不去，我想进去看一看你们长啥样。你要进啊？还有三个呢，一个都没放呢还。你进啊？你哎呦！木花仪式结束，本轮的结果是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木花仪式结束，本轮的结果是三位成员有两个人使用了营养液，有一人召唤了毒药。咱们提前庆祝吧，大功告成。哦，这么玩的啊？这么骗的？毒液在手，天下我有。真的对不起啊，我整个负罪感绝了。
因为我敢确定的是，他们一定是红花，100%。然后现在如果我进去的话，又多了两个 K 花，我的队友只要再多一个就行了。原来你是那个坏人。天哪，若南姐，坏人都猜不出来是他。若南姐坐这儿来吧，这里。他太能忍了，而且他把牌都留着。美丽的花朵都是带刺的。我们四个真的很坏，好吗？目前和夜行人勾结的日行人已经集齐了6朵黑色的花苞，他们一旦集齐7朵黑色的花，就将获胜。他们只有2瓶毒药了，一瓶在张真源那儿，一瓶在陈哲远那儿，没有赢的机会。接下来，请白鹿选择下一轮开启木花之门的成员。这把其实选谁都一样，选谁都一样了，都一样。选我吧，都一样。选我吧，要不就给哲远哥，让他看看技能吧。一天了，就想施展一下技能。我觉得要不然你就选哲远吧。那你去吧，去。我来。好。耶。他们还有红吗？他们就一个红的吧。我还有一个红的。你还剩个红的。这一把好的投了，我投一个坏的就赢了。哎呀，我的妈呀！好难玩啊！必输了。没办法，没有招啊。除非你的技能有点用，凯哥。不是你啥技能都是所有轮一遍呀、啊。除非是你能控制一个人不投。没用，还有这么多轮呢，总轮得上，没有任何意义。没得玩了。我告诉你啊，百花露在范成这儿，范成还剩一瓶了，就是百花露，他进去就毒他。双赢是吧？好结果。请本轮木花仪式的护花使者。开启木花之门，本轮怀表技能发号施令，指定任何一名什么必须浇灌，那我们完胜啊。哲远，你就点范丞丞进去，百花露在范丞丞这儿，来吧丞丞，走吧，按我们原计划啊。我投毒。 bad 投毒啊，投毒。这一把好的投了，我投一个坏的就赢了。我们应该要赢了。因为陈哲远使用了技能，所以陈胜必须进入木花室。你直接把金块放了吧，哥。他就剩一个，他也没有选择呀。该不会是金色的那个吧？因为百花露非常稀缺，仅此一罐，一旦被污染或漏洒，我们的木花礼将无法完成。百花露在范丞丞这儿，范丞丞还剩一瓶了，就是百花露，他进去就毒他。难得给我一次身份，哥不仅要赢，还得赢得彻底。对不起，日行者们，没有为你们赢得胜利。木花仪式结束，本轮的结果是，如果毒药和百花露在同一回合被浇灌，那么也是长出一朵金色的花。这个玩法好好好。那现在，请和夜行人勾结的日行人来判断，究竟那瓶百花露在哪里？在这里，只能在这里了。丞丞3瓶已经没了，这里的2瓶中的1瓶。你那瓶金色的药剂其实是百花露。今天任务就是保管好它，但也不知道中间会发生什么故事。他是你队友吗？反正我只能赌了，不能。2瓶药的坏人，我啥时候有2瓶药啊？你不是看看呗？那我要是百花露呢？嗯，你不可能。你那儿呢啊，百花露？
小子，还是嫩了。一说不可能，我就知道了。只能先吸一吸火力，没辙了。百花路的范丞丞呢？只要他进来，我就毒他。我想把沙哥那两瓶都给耗。没有什么为什么，就赌范丞丞进来就毒他。因为我现在就剩一瓶，我可以拿这一瓶晃晃人，把这一瓶当做金水来玩，就一直不出这个。指定任何一名什么必须浇灌，来吧，丞丞，走吧。对不起，日行者们，没有为你们赢得胜利。但我们还是保住我们的金花了。我们保住了金花，啊，看明年还能再开。我们保住金花了，呀！哎呀，没事儿。和夜行人勾结的日行人已经集齐了七朵以上的黑色花苞，所以和夜行人勾结的日行人获胜。谢谢，谢谢。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正经的节目让坏人赢的呢？哼，牛啊！庆祝，来吧。妹妹，别带我，别带我！怎么不愿意过去是吧？不愿意，近朱者赤了。看你这个样子，你迟早会改过自新。若男是个好同志。我们的木花礼已经结束，四位一心想让双生花凋零的人，一切如你们所愿。现在，请获胜的成员将匕首插入树洞的花泥中，为今天的故事画下句号。也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朵双生花的命运。那坏人以内不是很开心，感觉因为他们说咱们是坏人，对，有种怪怪的感觉，有点怪怪的，好像当坏人赢了好难受。我们不是夜行人吗？我们是坏人呢。卷轴还有反转，难道看似毁了他，其实是救了他？难道我们才是那个坏人？双生花密语，念念。当卷轴被打开的那一天，说明这一切已不再是秘密。很久很久以前，总有人祈祷，想拥有无尽的阳光、快乐、勇气、成功和自由。许愿的人多了，愿望也就成了现实。于是。在不同地方长出了不同的双生花来满足人们的需求，然而所谓的满足不过是每个人的意识都被分割成了两个独立的记忆体，没有彼此的衬托，何来绝对的满足？只有让十朵双生花尽数凋零，一切才能真的合二为一，回归完整。所以我们让双生花，我们让它凋零是好事，合二为一了。对，原来是这样，那我们才是好人呢。升华了，同气连枝，并蒂双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词汇都仿佛是双生之花相伴而生，它们只有在彼此的衬托之下才有意义。所以请珍视生活中的苦与乐、喜与悲，经历的一切都有存在的意义。愿明白双生相伴的每一个人都能在未来的每一天悦纳自己所有悲欢离合、阴晴圆缺。此外，大家是否好奇，到底是谁给他们发布了任务？这是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夜行人们的视频来信，也许你们就能找到答案了。周深不会在这儿出现吧？不会真是深哥吧？真相其实很简单。日行的你与夜行的我其实认识同一个人。我们之所以不知道彼此的存在，是因为在双生花的作用下，我们的意识被切割成了日和夜两个部分。你只记得白天发生的一切，而我的记忆却停留在无尽的黑夜当中。这座城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经历过日与夜，却无法享受完整的一天。就像你从未感受过夏夜里的晚风，而我
从未沐浴过冬日里暖阳。无意中发现这一切的我，没办法无动于衷。我想，只有摧毁这株生生花，我们的意识才会合而为一。希望最终你我都能享有日月交替的一天。笑什么、啊？这个 AI 太魔性了。其实这一段才是这一期的精华，好诡异啊！观众看到这都不是那种哇，就那种这一期看完是嗯，这谁呀、啊？日与月之城的双生花已经凋零，你们也发现了关于双生花的秘密。日行人和夜行人的这两段记忆合二为一，而你们每个人又可以重新拥有一个完整的24小时。合二为一了哦，咱们变成一个正，变成一个整体了。哇，我现在突然清醒了，我可以睡觉了。获胜的成员也依然会获得由 MC 提供的黄金奖品，今天的奖品就是纯金的双生花。哎呦，哇！奔跑吧，兄弟！今天会带大家进行一场沈阳的特色旅行，除了你们之外，有两位来自北方的朋友，还有两位南方朋友也会加入我们。一家，你少说两句吧。那边有挖金鱼在进，我好奇我是你、啊。我听懂了。上来就跑吗？怎么还在拉人的呢？救命啊！这葱也太巨大了。到这儿。对不对？对，你太瞧不起他了吧？什么姿势啊！飞起来！这都躲过去了，好灵活！马上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寻宝之旅。但我觉得这个也肯定有用。要找到电池，这里面可能就有显示的信息。会不会宝藏是一个很虚幻的东西？跟你有关的东西。这线索摆脸上了，我都看不懂。在里头20分钟了，还没出来。过了还是没过呀？瑰宝都不认。